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黛佳的品牌挚友BoYuan，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玛丽黛佳的官方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欢迎BoYuan，欢迎，好帅啊BoYuan，好久不见你了。他们见过吗？我们不是刚才约好了要说见过的吗？虽然你跟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跟这栋楼见过。对，其实你跟我们品牌很有缘分了。没有错。对，我有听我的同事说BoYuan是我的师兄，因为你比我早来我们公司。20年来的，你21年来的。对，我是2021年嘛。对，其实我们开始2018年是合作的。是的，最近已经有6个年头了。是的，6个年头，而且就是，基本上也见证了玛丽黛佳很多产品的迭代了。嗯，对的。其实这6年里面，咱们有发现，BoYuan，其实你进步真的非常非常大。谢谢，我也很开心，就是玛丽黛佳这么就是认识这么久，她能见证我的变化。对，你的歌声越来越好听，舞蹈越来越精彩，舞台越来越精彩了。其实在这六年里面哈，我们跟BoYuan真的有观众吗？我真的怎么了？黑板上面是这样子写的呀，BoYuan老师。我略微有一点关注，更多是看台本。谢谢，不用谢，都是应该的。同样的话呢，我们在这6年里面哈，跟BoYuan老师，我们品牌也是有更多的去我们迭代升级。没有错，我们希望可以把更多的艺术美学和多元的文化，通过产品的传达给大家，带给大家真诚而且前卫的彩妆体验，跟BoYuan一样，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是的，而且玛丽黛佳每一次有产品的更新的时候，我朋友圈当时。玛丽黛佳的同事们都会发，都会，其实我也都在看，嗯，对，而且他们都周围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用。哦，谢谢。其实玛丽黛佳作为国货品牌17年了嘛，是，其实在国内我感觉应该还是属于非常棒的品牌，是，而且的话呢，很有自己的风格，对，很有自己的风格，嗯，那今天的话呢，其实也知道博远跟品牌有很多年的缘分，是。那这些年的话呢，我因为错过了很多，嗯，所以我今天的话呢，甚至我同事，你来考古是吗？哎，对，我们有准备一些回顾的照片。好，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之前合作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吗？这是当年我在歌厅上班，在歌厅不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会上热搜的，这个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嗯、年底。在歌厅上班的时候，对，在天马歌舞厅那时候在那打工，没有，这个2019年，我记得那天好像就是跨年那几天吧，是跨年那几天，就是跨年那，怪不得金光闪闪的，我没记错的时候啊，2019年在上海，然后当时很招财的感觉穿的，对，就这个意思，是吗？对，哎，你这条造型的很受人心，金头发金衣服嘛，嗯，对，就是因为你之前的预热视频啊、嗯，他们很多粉丝都会在下面在留言说，这一次直播会不会有再次有金光闪闪的造型出来？哦，但是今天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新产品，它的颜色跟我今天这个衣服颜色会更搭一点，对，其实BoYuan你不管是金色还是穿的白色，都非常非常的帅，谢谢，不用谢。就是一些商业互吹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段哦，这个我是真的很青涩，很青嫩。这个是2020年，2020年，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就是长大了，是，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有一半时间在教声乐去了。哦，你对，那个时候已经就是一半时间教声乐，一半时间在做就是训练生这个工作。哦，对，我感觉你这个时候很青涩。也就4年前吧，现在不青涩是吧？你现在也不是不青涩吧，成熟了很多。哎，老师，天哪，刚才那一下你跑得也太快了吧，差点没拉住。四年前，我吓得我花容失色，老师。我是觉得你那会儿很青涩，现在感觉不一样了。我看你怎么夸？你现在很自信。非常的闪光，嗯，不灵不灵的，因为用了我们玛丽黛佳的新气垫，哎，会来事儿了，是、嗯，而且现在面对镜头也是非常的游刃有余的，好紧张，非常油，这个跟大家说，这个照片在哪儿拍的？这个照片就是在我们现在就是在三楼，对，那个大阶梯那里，对，很漂亮。今天就是很多灯，这个灯现在也在。哦，对，那个灯，对，今天，哎呀，今天你来的时候忘记开了。也没必要开嘛，省省电，省挺好的。这点儿挺好的。这点儿的话呢，行，那我等会儿开给你看一下。好的。依然一样的漂亮。故地重游一下。嗯，对的，他带你故地重游一下。是的。那这次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欢迎BoYuan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相信BoYuan老师的粉丝，咱们的伯乐们有非常多的问题、想问BoYuan老师。好。咱们有收集一批，请说。所以咱们会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好。你准备好了吗，BoYuan？我准备好了。来，咱们的第一个问题，来喽。来，您之前和玛丽黛佳合作商演时，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认识我们的人不多，我们当时团叫 Zero G 嘛，我成员之一。认识我，成员彼此不熟悉。
那是另一个不熟悉，对，好的，开玩笑的，行，是就是别人认识我的这种情况不多，然后真实我们团体也不多，所以我们跟着那时候很开心，玛丽黛佳能够邀请我们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吉林，去了天水，去了三门峡，去了克拉玛依，哇，都是很美的地方，非就是风景很好，我从来没去过地方，哇哦，然后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就是去过很多风景好我没去过地方以外，有一次。去吉林，哎，不对，哎，哈尔滨。然后我是，哎，是吉林还是哈尔滨？反正东北的一个城市。不重要，老师。他有一个新开的商场。嗯。然后玛丽黛佳在那个地方的一楼有一个门店。嗯哼。对对，然后想让我们在那里去演出，就是聚聚人气嘛。嗯嗯。结果那个商场本身当时就没什么人气，我就不知道玛丽黛佳那时候对我哪来自信，你知道吗？叫我们去。然后呢，我们去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很空很大，因为它是很新的商场。嗯，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说实话，就是我当时我知道玛丽黛当时也尽力了，她选了一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我感觉多少应该有一点点在。就是他当时他给我们说的是只有这个时候能申请到我们在那里演出的时段。哦。就是你要报批嘛。嗯。好，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这个时间去。嗯、那你想想，工作日下午三点哪有什么？没有什么。老师，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气呀、啊？不生气，我知道是这个时间点。我给您下个跪。没有。我当时觉得我有点。遗憾就有点，我是觉得我有点会不会对不起这个品牌，因为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去，我们尽力演，但是没给大家品牌带来该有的效果，我们就觉得好像白拿这个钱，你懂这个概念吗？哦，白拿那个钱，赚的心不安，对不对？是，所以那场我们四个人在上演得特别用力，啊，他家只有一个人，对，但是我们就是怕，品牌看了以后心想，他们现在只有一个人，下次就不叫他们了，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四个人跳得比之前每那任何一场都卖力。七情四射，对，然后呢，跳完以后，然后品牌说，后来就跟我们解释说，没有，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能申请到这个时段，他说不怪我们。嗯，哦，我想那太好了，那后面肯定还要请我们。对啊，你看这次保险公司其实也特别的棒哎，他们非常有慧眼识珠的能力，对不对？你看现在几年之后的话，那咱们博远老师现在依然是。歌声很棒，舞蹈还坚持在这个行业里。哎，对的，越来越发光发热。来，继续咱们的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快问快答，说太多了。嗯，对的，没有关系，不需要理他，我们玩的开心就好了。今天主要是一个开心快乐场。好，来，老师，嗯，你平时化妆都会用什么呢？我平常化妆，其实我很简单，就气垫和粉饼。气垫跟粉饼。对，打完底定个妆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的第三一个问题，听说你近期有在健身？健身。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哇，就是。听说健身会产生一种叫内啡肽的，让人就觉得很健康、很开心的成分。哦，就是我能感受得到变化，对吗？啊，我整个人每天非常开心。我还以为是身材上面的变化呢。啊，也有，就是整个人身材上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它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结果，你只要健身它就会有。对。但是心情上变化是没想到的，然后整个人觉得非常的气定神闲。嗯。就非常的。好像看什么都可以，嗯，就是看吃什么都可以，现在就看什么都可以都行，身体更好了，心情也会更棒了。对对 对, 对，所以运动哈，大家一定要做起来。来，咱们的下一个问题，嗯，博远，很多伯乐在问的时候，如果你在身材管理的时候，嗯，坚持不下去该怎么办呢？坚持不下去，嗯，其实我觉得啊，像我健身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性格是那种，一旦我自己给自己设定好了一套我要做的那个程序以后，我就会照着我要的那个步骤一步步去。每天就这么去做的，比较有规划。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会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可能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一个 AI 或者设想成一个程式，你让你自己达成某一个目标，你就设定好你要去做这个目标。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你就照这个一步一步去做。嗯。啊，非常棒。就是你脑袋里想，你到第二步你做不下去的时候，啊，你还有第三、第四没完成呢，嗯，你这个程序今天你一定要每天把它 run 一遍，这么去想。好的，那我们学习起来。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博远，新歌都会有什么类型呢？新歌什么类型？对的，我新歌其实今天有预告嘛，在我们3月22号，你看，买大家的产品也知道我要发新歌，3月22号，零点要发一首我翻唱我们陈奕迅老师的《文文的幸福》。3月22号，零点，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文文的幸福》。这是第一趴，后面还有好几首也是跟就经典作品的重置有关的。哇哦，那我就更期待了。相信大家也会跟我一样哈，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想问一下博远老师，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整个是满意的吗？还可以更好。嗯，还可以更好。对，而且就是平常的话，其实这两天我收到了我们的玛丽黛佳气垫以后，我发现就是一个好的妆面在不工作的时候，在生活妆，就是生活妆，在生活中的时候，平常我去训练，嗯，比如其实
带打一个薄薄底的时候，整个人精气神又好很多。哎，对对对，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比如你平时自己会不会参与到你的舞台，到一些造型啊、妆容一些打造？会的，根据不同歌曲的曲风，根据我们的舞台的光啊，或者是设定感觉的时候，还也会跟工作人员一起沟通。但是平常的话，尽量这个妆容还是给人舒服、自然。好看为主，对 对, 对, 对，生活中还是要自然也舒服。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BoYuan，谢谢BoYuan。嗯，通过这一段快问快答，其实咱们不得不承认，我感觉BoYuan身上快问慢答，对不对？对，继续继续，也没有关系哈，真的是有一种生命力，很像热血动漫里的那种少年一样，真实又充满了活力。我们玛丽黛佳的话，那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我们通过产品让大家变得自然、好看、变美的同时呢，也保持自己的原生美丽。是的，我注意到，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哦，看得到，看得到，对，我们后面的今天上方场景，对的，有，也是屏幕上方是有的，自然也，嗯，对，后面这个答是真的哦，不是，它是。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吧？真的，这是真的，对不对？它有那个味道，哦，是就我们植物的味道，对对对，那种味道的味道，对，野蛮生长的感觉，也好看，对，自然也好看。其实自然也好看的妆容哈，我觉得是离不开非常厉害的装备，没有错。那所以等一下的话，那我们会把装备给大家来一一做揭晓。开始之前的话呢，因为今天BoYuan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伯乐很非常喜欢的BoYuan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支持我们，所以这一轮的话呢，我们会送出咱们的奖品。送奖品了？对的，这轮的我们奖品是我们的BoYuan亲签照。哇，我现场给大家来一个。对，好帅的照片。我们送多少张？可以展示一下吗？哦，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帅，对，很帅的这张照片，我们会送出5张。好，那现场给大家签一下。对的，每一张的话都是我们的BoYuan老师的亲签照哦，来一起来期待一下，可以花落谁家呢？好，那收到的签名照呢会是这个款式的，对的，大家看一下，很帅的照片。同样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的照片放到我们的福袋里面，所以各位您如果想得到的话呢，记得点击左上方参与咱们的福袋。如果你如果中奖的话呢，记得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我们还会有第二轮，还会有第三轮，我们惊喜不断，福利不断，多多等待，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来，BoYuan老师，我们等一下他有抽奖词。他们福袋里面已经设置好的。好，您来个倒计时可以吗？好的，那我们倒计时5、4、3、2、1。来，福袋弹出，感谢各位的支持。左上方各位都参与一下福袋喽。那边。对，您记得在这边，对不对？对对对对，来，左上方参与一下福袋哈。如果中奖，您记得填好咱们的个人信息。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BoYuan老师，就是您之前的话，为什么我要从背后去拿这个？我看他在那，我就给他姿势非常的妖娆。我给你，你给他。好的，谢谢。看他在那边，你交给我就可以了。好，BoYuan老师，您去年好像是有举办我们超进化的演唱会。你是主办方吗？我们超进化。是的，去年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巡回，对，叫超进化。我看到很多伯乐都在留言，期待二巡。在准备了。二巡已经在准备了吗？在准备。可以透露一下什么时候吗？不大方便透露。上半年会开始。上半年吗？啊，上半年会开始。今年上半年。6月份以前。哦，那不是很快了。对。哇，期待，来期待我们的二巡开始喽。对。那其实今天的话，伯乐们你们也是有福了，因为我们今天超进化的特别专场来了。我们知道BoYuan平时会在自己社媒上面营业自己的一个早安电台。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的话呢，我们限时开设了超进化2.0的电台，一起来探索玛丽黛佳美学的同时，也来解锁更多面的BoYuan。所以电台就是你们有栏目。哎，对的。那我们今天有什么栏目？哎，这一轮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伯乐来信。伯乐来信。对，我们有准备一些伯乐特别想问BoYuan老师的一些话。来，打开我们的第一封伯乐来信。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话。他问题是什么？特别的期待。他问我有没有自制的新鲜表情包产出。你平时爱用表情包吗？不爱用的。你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那当然不会。都是用别人的。对啊。你最爱用的是哪一张？可以现场模仿一下。其实就是那个手机自带的那种笑哭的表情。哦。对，最爱用的是那个。哦，笑哭的表情。就是尴尬的把这段对话结束的那种。行，好的，我懂你是在暗示我什么，我懂。好的，那么也没有关系哈。今天我们现场的话呢，准备了一些场景文字。我们希望给到BoYuan老师，可以根据我们的场景，根据我们的文字，来我们演绎一些表情包。可以。当然，我会给你一些道具来协助你，可以吗？没问题。您不能拒绝我哟。我当然不拒绝。好的。你就拿上来吧，我当然不拒绝。好的，那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表情。哎，
直播间所有的伯乐们，你们记得做好截图，截完图之后哈，多多分享，因为我个人也是需要的。我表情包最近告急。从那拿是吧？啊，这些我直接拿呀。哦。应该没关系吧？没关系，没关系。那都是好姊妹，都是你的粉丝，我想应该是没关系的。是。来，我们准备好咱们的第一个表情。好，什么表情 ？OK fine。OK fine 是吧？嗯，对。来，老师，看不到特写，进不进？我觉得 OK fine 对我来，这是这个表情。三二一，准备截图。啊，好 ，OK fine 哦。嗯，就 OK fine， 谢谢。来，我们的第二个表情，准备好了吗，BoYuan？准备好。捧腹大笑。捧腹大笑。这是你的经典表情哎。是我，对，我笑起来的时候是真的大笑，是会捧腹的。更帅了。好，来。来。三二一。果然是在捧腹哎，谢谢你。非常写实的一个表情，捧腹大笑，谢谢。下一个就有点意思了哈，我不知道BoYuan你最近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农人跟淡人的一个区别。农人跟淡人，对，是形容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对重或轻吗？哎嗯，重或轻吗？是吗？好像不太是。那你应该是农人。对呀、啊，感觉非常的强烈，真的是很明显，对热情的。那我应该再淡一点点哈。其实农人跟淡人区别就是很像之前的那种爱人跟依人的一个区别。懂，我猜也是这个意思。嗯，对对。所以下个表情包的话呢，就是准备好了吗？嗯。别惹我，因为我什么都是淡淡的。哦，我觉得淡人应该都会比较害怕让你是农人还是淡人？我大概率是个淡人吧。我不相信，真的吗？我不信。来，我觉得淡人应该是这个表情。好，好，三来三二，别惹我对吧？三二一，对。果然是淡淡的哈，谢谢。来第四个表情，嗯，尊嘟假嘟，尊嘟啊、哦，那个当然是这个了，尊嘟假嘟，这个嘟就是一个猪嘴的表情包。哎，那尊呢？尊你要怎么表现？尊嘟假嘟那就是一个眼神配合，真的假的？好，期待你的演绎哦。三二一，哎，很可爱的表情，大家截好图没有？如果截好，多多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嗯、来接下来的话呢，我想。你这一轮能不能通过我们与产品来做一个链接？可以，小心，没事，可以吗？可以。那这个你看，你选择一个，我给你出个题，然后你自己来选一个，好不好？嗯，我们的美丽拿捏了。那我选薄的那个粉笔。选薄的这个粉笔。好嘞。美丽拿捏。美丽拿捏了，看你怎么拿捏它。这样我觉得最好。哎，好可爱。对，美丽拿捏。三二一，准备截图喽！非常帅的一个表情包。来，第六一个应该就是我们的种子气垫了吧？是啊 ，sorry， 是我们的野藤气垫。你小心被，嗯，别讲，别讲，你不讲他们就没发现，你讲他们就要扣钱。嗯，来，我们的第六一个，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孩子，你无敌了。孩子，你无敌了是吧？嗯，对的。哎，太棒了，这个表情包我一定要，快点帮我截下来啊，好不好？他在演示，他刚刚说错那个品的那个。你为什么还要再回到这里？现在都是我的领导，我求求你了，BoYuan，大家。认识两个小时，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种子那个气垫长什么样子。哎，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解围，同时也感谢BoYuan老师刚才的演绎，谢谢。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第二轮福袋。好，同样这一轮的话呢，我们依然也是会送出我们BoYuan老师的亲签照，是的，五张。哦，这第二轮也是送对的，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哈。同样的，我们也是以福袋的形式来送给大家。如果你喜欢的话呢，点击左上方参与我们的福袋当中来。如果中奖，你记得填好个人信息。没有中奖的话呢，您记得还会有第三轮，还会有第四轮。还有的，今天有很多礼物送给大家。对的，来感谢各位的支持。接下来，BoYuan老师，我们来准备倒计时。好，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福袋来喽！福袋来喽！对，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多多参与。提前恭喜大家。嗯，那福利发完之后呢，我们超进化2.0电台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栏目。好，继续我们的栏目。对的，马上上新。你也知道，今天我们会有新品登场。是的。对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是首发日，首发日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BoYuan一起来共庆这个首发的日子，一起来探索一下我们新品的魅力。没有错，这个新品其实魅力不小，真的，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朋友圈已经有之前玛丽佳同事在安利，然后我真的看到非玛丽佳的同事有在用，都有在用，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你自己有体验到，我已经其实提前拿到了，对，我有体验用。那今天你是有备而来的，有备而来。好了，这里的话呢，既然你是有备而来，那我就要考验一下你了。好。我有准备一些关键词，你说，哎，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的话呢，猜出它背后的意思以及链接到的产品，好，可以吗？好，来，辛苦你的工作人员，你看一下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我们的12小时，嗯，1分钟折磨，嗯，以及我们的稳态持妆。12小时，1分钟成膜和我们的稳态持妆。这个很简单，那不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新产品，我们的野藤气垫，还有我们的野藤粉饼。
Bingo， 答对了，真的是有备而来。那我想提升一下难度。好，您知不知道十二小时代表的是什么呢？十二小时代表的是全天候的稳定时装，因为这个时长差不多就是一个白天工作的，再加班也就差不多这么长了吧？哎，十二小时。刚刚彩排的时候，你不说你不知道吗？我去后来看了一下，我还一直想来帮你解释一下呢，想不到被你说中了，就是十二小时稳态持妆的一个意思，是的，是的，它是防水防汗，是防脱妆的，没有错。所以我想问一下博远，你自己什么肤质的呀？我偏混合皮。偏混合皮，对不对？那您可太适合我们这一次推出的野藤气垫跟野藤粉饼了。是的，我平常就是天一热啊，就容易泛油。嗯，对，而且拿到气垫的时候，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感觉很润啊，对，非常润，而且很适合混合皮。那对，因为我们这次的野藤系列哈，就是为油皮和混油皮来做一个生产的，可以达到十二小时很有效的去柔焦、去遮瑕、去做好一个服帖上妆的一个感觉。嗯，来，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请博远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好，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的野藤气垫。我想问一下博远，刚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产品其实刚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简单大气，嗯、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气垫，我简约大气。看到这种简约的感觉的时候，会觉得，哎，他真的就想给我一种我很真心诚意的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妆容的那种诚意的感觉。嗯，对，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感觉。对，而且它这个手感很好。哎，而且你看它表面这个凹凹的感觉，其实是一点，就你这样拿的时候，它是可以。符合你的手型的，对，其实它手感很舒服，它是那种磨砂的一个质感。没有，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哈，听到它的野藤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愣一下，很有记忆感。我大大的脑袋充满了问号，野藤，奇怪又特别，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里面是野，它真的有野，就野藤，真的有野藤，就是藤在里面。来，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哦，真的有啊？没有，我觉得。真的是野藤哎，你们看到了吗？其实没有，它叫名字叫野藤，应该是有相关成分吧？对的，对。博远老师，你有没有考虑在离开唱跳这个赛道的时候，往美妆赛道再进阶一下？我到时候来投简历。哎，我希望你不要来哈，因为你一来，我肯定就要失业了。但是你刚才回答对了，它这里面的话呢，真的是含有三大野藤的。发酵解油精华萃取哦，对，特别棒。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对，我们三个野藤精华，各位可以看一下，来，有包括咱们的干葛藤，哎，对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成分，抗氧化的，嗯，对的，还有咱们的风车藤是。也是都是抗氧化，哎，对的，还有杜仲也是抗氧化，哎，对，所以这个气垫的话呢，就是抗氧化，抗氧化，抗氧化。对，因为平时上底妆之后，如果你皮肤氧化，会变得暗沉。对，而且会就是干。对，会干干的，可能会起纹呀什么的，所以它很好做到抗氧化，对，去油光，然后咱们的肤质它不会斑驳，也不会脱妆，也不会暗沉。没有错，我平常其实我如果是训练的时候啊，会有侧拍嘛，嗯。会有侧拍，就是视频啊，或者是照片什么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自己要打个底的。哎，那你在用这块产品的时候，你体验感是什么样子？非常厉害。我一般训练到最后，我头发都是像动物被水里捞起来的，但我的脸好像就是跟刚来时候没啥区别。就是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但是妆是依然在的。是的，很服帖。你用这款产品，对，尝试妆就是防水防汗的一个感觉。没有错。对的，因为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有做到一个控油的一个。技术嘛，它很棒的是哈，它里面是有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成膜的一个工艺，主打的三明治，对，主打的就是一个十二小时持妆。博远，你知道三明治工艺什么吗？我不知道。您想不想知道？我当然想知道。好嘞，请介绍。其实的话呢，我在了解这款产品之前哈，我自己内心是充满了问号的。后面我深入了解一下，嗯，不得了，所以你是。我就是想激一下大家哈，我跟大家可能讲完之后困了，刚刚吓到你了吗？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向你诚挚的道歉哈。三明治工艺就是植物淀粉配合我们的软膜、硬膜进行一个复配，达到了让咱们的妆效不堵塞毛孔、长效持妆，而且让皮肤自由呼吸。没有错，我跟你说。哎呦。你完全没有吓到我耶！我一天持妆下来，其实整个人感觉就是它真的很服帖，嗯，确实很服帖。哎，像这样子吧，博远，嗯，咱们光说不练假把式，这个野藤气垫，咱们不是一直在夸它吗？对，说很好用，嗯，它能做到持妆，嗯，能做到遮瑕，嗯，不如咱们来测试一下，就打在我打手上，哎，对，咱们可以在手上来试一下它的持妆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需不需要帮忙？我这样就可以。好专业呀，博远老师，你还知道三根手指放进粉扑里面？三根手指放进粉扑。哎，对的，轻轻的取粉。这个就大家怎么摁都可以啊，这是自己的习惯。对对对。然后我就铺在这里了。好。
来，就是对，去点拍做上妆，它能做到的话，就是一到三分钟成膜之后是防水、防汗、是防刮蹭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小的实验，一起来拭目以待。我在打，今天我打明显点。老师，你可以大量的取粉，没有关系。对对对，我打明显。这个不要钱。好的。对的。嗯。对，这个可以随便用哈，这个是不要钱的。好的，好的，好的。哎，你看，哎，我感觉我跟你说，我选这个色号是有原因的。太自然了，对不对？它跟我皮肤颜色太融合，几乎是一样的。对，太融合你的皮肤了。要不要你用一下我的这个色号？你是零一吗？我是对，我是 W 零一号色。那打零一给我吧。我一般我用零二，确实原因就是因为它跟我皮肤颜色差不多。确实，因为你的妆容跟你的脖子我衔接的非常的自然。对，我就让它，而且就你知道颜色差不多就可以遮瑕了，相当于。嗯、对对对，而且自然一点，感觉整个气色会好很多。对，我给大家打一个白一点的。嗯，对，就是 W 零一号色。来，老师，我们切个近景看一下。哦，这个就稍微明显一些。哎，对，这个会稍微明显一点点了。好，我先把它打在我手上，我们待会儿来试一下它成膜的效果。对，我们等静待一到三分钟的时间。OK OK， 看一下它是否可以成膜。哎，一起来拭目以待一下哈。我们在等待的时间里面的话呢，依然给各位准备了咱们的福利，就是我们的BoYuan新签照五张。我们又来抽奖了。今天伯乐们真的太幸运了，新签照一轮又接着一轮的。是的。同样的话呢，这一轮我们也是会以福袋的形式来送给大家。如果你喜欢的话，想要的话呢，记得点击左上方参与福袋。如果您中奖的话呢，记得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我们继续等第四轮，继续等我们的第五轮。今天惊喜不断，福利不断，没有错。那BoYuan老师辛苦，我们来个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恭喜大家！哎，福袋来喽！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谢谢。那送给咱们的野藤气垫。好，老师，你刚刚有用过这个气垫之后，你感觉它的感觉怎么样？很服帖，很服帖。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服帖，而且就是到现在也没有觉得它干。嗯、对，很服帖，非常的自然清透。是的，对，其实它这个气垫它里面本身是有含有一个聚甘油的一个乳化技术。嗯，它上妆的话是像奶油一般的，延展性很好，很服帖，很自然，很亲肤，而且因为粉质它够细腻嘛，对，所以不管你是有毛毛孔呀，有细细纹呀什么的，都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修饰，它不会卡纹、卡毛孔。而且刚刚我试的时候，其实这个粉扑也蛮值得夸的。哎，奶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直白像奶奶的。它的粉扑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们有介绍到它的粉扑。对，我们在对这个粉扑，它很棒的一个设计点是什么哈？我感觉我需要给你再次安利一下。你说，这个粉扑的话呢，它里面其实有很棒的，它有一个防渗透膜，就是有个兜底的。哎，对，因为以前我们用气垫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你可能三分之二的粉都被你的粉扑给吸走了。一洗的时候发现哦，都在这里。对，都在粉扑里面。你一个气垫本来可以用三个月，这个后面你一个月气垫吃了一个月。对，气垫粉扑吃了很多。是的。太过分了哈。是的。所以咱们这款气垫的话呢，我们的粉扑采用了一个防渗透膜，可以更加均匀的取粉，而且不易吃粉，更加好的去进行上妆。相当于就是说踩多少。你就给到脸上多少？嗯，对的。那这个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很好。对，就是精准取粉，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去打好一个底妆。可以多睡一会儿。对，多睡一会儿。平时早八档，对不对？对，起来卡点上班。对，卡点上班的，你看像我就是标准的卡点上班。你平时都不用化妆出门，你在车上的时候就用它。哎，对，就可以打好一个漂亮的底妆了。没有错。而且这一次我们除了产品的成分很优秀之外，粉扑很优秀之外，还有一个老师，你平时会用气垫吗？会。您平时气垫替换妆是怎么替换的？抠，直接抠，对不对？对，拽，太粗鲁了，一点都不优雅。怎么说？因为直接抠，直接我要跟他打声招呼，我要换你了。不好意思，我要替换你了。拜拜。我们这款气垫的替换妆，这次就是优雅去替换。你来优雅一个。来，让我来试一下，看一下优不优雅。首先敲起我们的兰花指，不用啊，不用。不用敲兰花指哈，我只是开个玩笑。你直接的话呢，把我们的手触碰到这个圆弧的这里，你不管是向左向右，你一拧，你看，哎，我发现这里有那个有一个箭头，跟你说了是有上有下，哎，对对对。那就是说，其实左撇子的同学也蛮方便的，对的，他可以往，对的，他可以往就是。它的顺手的方向去拧，对，而且很省力。如果是平常我们力气比较小的斯文小姐妹的话呢，也是可以轻松可以进行一个替换。那我想问一下BoYuan，你今天气垫用的是什么色号？我自己是用 W02 号色，对对对，还是会比较自然，比较贴肤一点。对，而且就是跟皮肤颜色一样的话，就是看起来就是气色会像没化妆一样嘛。对，其实是化了嘛，伪素颜的感觉，对，其实是会有点心机哈。是的，其实这一次的话呢，我们针对我们的男生也出了一个友好色号。友好色号，对，我们的是 W02 吗？
不是啊，对，那更友好一点是吧？对，更加友好。我们这次新增了一个男生友好色，是就是我们的 W03， 我们的焦麦色号。不光是男生，包括咱们像是爱室外运动的，哎，对，爱室外运动的女孩子们，你有健康肤色的女生，咱们也是可以来选择这个色号的。哎，那很适合去冲浪的人。哎，对啊，因为他一直掉水里。一直掉在水里，不是冲浪，不是很容易掉，就是会被晒呀、啊，对不对？水会被晒黑，容易掉嘛。对，又要晒，对，它持妆的同时，而且它肤色会很自然嘛，所以不管你是白皙皮肤呀、偏黄呀，还是偏黑呀，都能在这个系列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一个肤色的一个气垫。是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手臂试色应该是成膜已经成型好了。对，我肉眼看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它已经成膜了。那这样子吧，咱们来测试一下。怎么测？可以吗？我们拿一个纸巾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成膜呢？你可以用纸巾拍一拍，BoYuan老师。我能不能升职就看你了哈，如果你翻车的话，我现场辞职。真的吗？假的。朋友们，假的。今天我的权利就在这张纸上，假的。让我再使劲摁他一摁。老板假的。我们来看看杨洋到底能不能留在玛丽黛佳继续工作呢？就看我这么一摁了。老师，三 ，please， 一 offer 在我手中。来按了一下，哎呀，我好害怕呀。两下，三下，好。朋友们，有没有翻车？有没有脱妆？我们主持人杨洋能不能留在玛丽黛佳就看这一下了。三、二、一，稳了！恭喜杨洋不会离职了，一点都没有脱妆，一点都没有，真的。哎，你给自己可以给个特写，这个我按的是这一片。而且我们刚才是在手上，你完全没有擦任何的保湿产品，没有，很贴肤，很持妆。哦、我使劲按的，对的，很使力。哎，使劲按的。我们再升级一下我们的测试，可以吗？你是有多想离开这个单位？也不是。你一定要这样子讲吗？我是想让大家买的放心一点啊。那怎么测试？因为平时我们会接电话什么的嘛，对不对？对。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平时电话一接完之后，一看手机，好嘞，拜拜，一看，耶！我懂这种情况，全是粉。我懂这种情况，会吗？明白。我可能戴耳机比较多。戴耳机，这都是个小 tips 耶。是的。但是我不管，我必须得测试。但是。拿着手机这样打比较有那种就是仪式感。是的，仪式感就是张总啊。是的，对，上班族的感觉。好的，拜拜。好的，拿电话一挂。拜拜。这种感觉。来，这样子我们来测试一下，可以吗？这是一个黑色的息屏的一个手机。来看一下。好。我们在成膜之后的气垫这里拍一拍，BoYuan老师。朋友们。洋洋能不能继续留在我们玛丽黛佳上班？就看我这么一摁了。我再重复一次，如果这次翻车。怎么说？我今晚上就不吃夜宵了。哦，这个程度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轻？我自理行不行？来，三、二、一，稍微，你也太大力了吧！你还旋转了一下，你是想让我离开公司是不是？不像你说的，我要给大家看这个产品，它确实很服帖。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的产品？我相信产品，但是我不相信你的心思。哦，我的心思还是很单纯。你不信，我给你看，你看。没有脱妆，稳了，这一把又不用。有一个我的指纹，但是不是妆，这个不管粉的是。这是我的指纹，对，你看大手指纹。没有，完全，老师可以切个近景吗？近景。对，您看一下，没有任何的脱妆。这个再强调一下，这个是我这个指纹，这是我的指纹。我重申一下，老板，这个是BoYuan老师的指纹。我擦掉了。这个不是粉体脱落，是指纹。我不需要离职的哈。对，好的，感谢BoYuan老师，同时感谢各位的支持。这就是我们野藤系列的一个持妆力的一个测试，满分通过。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应该想到，哎，这么好的产品还这么持妆，怎么用它效果才会更好一点呢？怎么用这个效果才好呢？对的，我们今天要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吗？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请出了我的模特儿，我的好姐妹十一。十一，你现在是素颜吗？可以说是吧。哦，这里有个麦，十一，你现在是素颜吗？我难以回答。怪不得形象不是很好。是哦。老师，你笑得也太大声了吧？我等一下哭着上来，笑着下去。你本来我只是随便讲一句话，你一笑，大家都会把这个事情给记下来。就是为了大家给大家看，就是恶意攻击同事，我们的玛丽黛佳的产品。关系不是很好。对这位同事的话呢，皮肤有点红，瑕疵可以说是颇多。敏感。敏敏肌，哎，对，敏敏肌。来，怎么来用哈？所有女生，来，我们来学一下这个气垫的正确用法。好，我来学一下。对，本老师，你自己平时会用它吗？我都用啊，我用过，真用过。那我们想交流一下手法。我实话说我之前本来不知道是三个手指头放气垫，你比如说是放一根对不对？两根，放两根。其实的正确用法是这样比较力比较均匀，哎，对，受力会比较均匀一点点。
三根手指放进粉扑摊开，然后轻轻呢，你在刚开始用的时候，老师你刚刚激活它，你都没给我放好哦。但是我不怪你老师，因为你是嘉宾哦。很贴心，对，我不会怪你的老师。然后的话呢，您记得轻轻的用粉扑触碰到咱们的网纱的地方、哦、哎，轻按个几下来做一个激活。好，激活之后各位在盖子这儿，哎，一定要在这儿先云印一下哈。哦，这一步我真没有。哎，你看你刚刚这一步我真没有。本来想提醒一下你的。我还每次怕站多了，我都轻轻的跟他在试，你知道吗？我说轻轻的来一下。对，其实很轻盈。对，因为你刚刚老师想让我离开公司，所以是没告诉你这个技巧。心有杂念。对。怎么来用呢？您看一下哈，取完粉之后，首先从我们脸颊的地方来进行点拍。你好使劲，他头都往后移。没有吧，琪琪告诉大家，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关系是有一点同事的关系应该看不是很合，私下也不是经常联系。我懂你是在想用，就是想用气垫让他的妆面更服帖，对，更加贴肤一点点。是的。我们通常建议各位先点拍我们的脸颊的位置。哎，好明显哦。哎，因为通常来说脸颊瑕疵会偏集中一点。这位女同事其实她脸是不是皮肤比较薄，她能看到很多血管，丝丝 对血管的部分。来，真的很明显。你看一层的妆效，其实妆感已经出来了。哎，真的很莹润，很通透。如果这个时候哈，您瑕疵偏多的话，那其实你还可以二次取粉去做叠加。嗯，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时刻喽。到了算是遮瑕的一步了。哎，对的，您看一下，这样子简单的画完半边妆，博彦老师，嗯，点评一下吧。我觉得其实我就肉眼现在看，大家就镜头现在就留在这个部分，有没有感觉像开了？那个磨皮，对，有点柔焦的感觉，滤镜的感觉，嗯，对比左右脸其实非常明显。对的，哇，好的，谢谢。其实它瑕疵遮完之后啊，就会有一种妈生好皮肤的感觉。是，好像剩下就是，哎，没有就没有什么瑕疵啊，很自然。它的妆感不是很重，没的。所以如果您是油皮是混油皮的话，那记得锁定我们的野藤气垫喽。嗯，那么下方小黄车的话呢，其实野藤气垫已经改过价格了。今天的话呢，到手所有女生，我们BoYuan老师做客直播间，所以我们福利给大家是拉满了。哦，199元、嗯、到手这是一整套、嗯、有包括咱们的一个正装气垫，嗯，两个替换装，有两个替换芯、哦、三个气垫，包含了三个粉扑，同时还会有试用装、嗯、因为平时购买产品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好的体验，比如说想先试一试，哎，对，颜色买错他不给换，没有错、嗯、装效不合适他还不给退，是我们这儿所以女生支持各位先试用，您试完之后如果颜色不合适呢可以回来更换色号啊、哦、试用装也给到你，嗯，你先挤出来用一用。而且今天博远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还会加赠我们的限定周边，包括我们的限定白色化妆包、哦，以及博远老师的明信片一张，明信片，对的。那感谢各位的支持。色号我们强调一下哈，如果说您是白皙皮肤很白的，选择我们的 C01；如果你是偏黄的皮肤呢，选择我们的第二一个 W01；你是偏黄黑的肤色，可以跟博远老师一样选择我们的 W02号色。如果你爱室外运动的话，就选 W03。对的，没有错。好的，感谢各位的支持，正在讲解当中。嗯、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直播间我们博远老师做客直播间这一个小时里面，嗯、我们惊喜不断。您直播间。小黄车任意下单均可获得博远老师的一张明信片，但是我们是限量的。你看我刚刚手撑到我裤子都没有那个，都没有脱，没有脱，拍不到，太遗憾了。拍得到，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我刚刚手对，白色裤子看它完全不会有脱，没有时装，厉害。这一把云麻了，厉害！家人，我刚才手放的，我说哎不会吧，哎没有，结果没有，对不对？没有。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谢谢玛丽大家。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吴彦老师，嗯，直播间其实有很多喜欢你的伯乐们，是，感谢各位的支持。这一轮的话呢，我们就不送咱们的亲签了，好，我们升级一下，嗯，送出我们的老师，你想让我送什么？我觉得我们刚刚。你们想要吗？不想要、啊，开玩笑啊！我觉得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久的野藤气垫啊、嗯，签名照已经送了有10张了吧？对的，对吧？15张，15张了。对的，我们这真的。你们15个幸运的小伙伴得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直接送气垫给大家。送气垫是吗？送气垫。好嘞，接下来的话呢，所有女生我们会把我们的5个野藤气垫放到福袋里面。如果您喜欢的话呢，您记得点击左上方参与我们的福袋。是的。如果您中奖的话呢，记得填好个人信息。嗯。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继续锁定我们的下一轮。那感谢各位的支持。3、2、1，福袋弹出。先恭喜拿到气垫的各位。好的，感谢大家，谢谢。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有介绍到咱们的一个野藤气垫，是的，嗯，其实你如果想要咱们的妆效更加的持久匀净，让整个妆感更加自然好看的话呢、嗯、你还可以搭配我们的一个新的产品。什么产品？野藤粉饼。
啊，是的，如果就是平常，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好，如果你要跟朋友见面还什么的，你也不希望聊天聊到聊到脸上开始出油。对对，哎，博远，你平时自己会用粉饼吗？其实会。会用一点，你平时会在什么场合用一下？自己拍摄的物料的时候，就是打完气垫之后还是要用粉饼压，然后打完气垫我就会揣着它，就是揣着粉饼压压油。其实你是有用过这一款的，对不对？用过，用过。这一款你用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我就觉得，首先它的这个手感真的很好，薄薄的，你知道，我觉得后来我才知道粉饼设计的比谁更薄，就是为了方便带。哎，对，它是方便去做。补妆去用，是的，对的。然后薄薄的同时呢，就是弄在脸上以后，它不会有那种粉感。嗯，我怎么说？就是没有粉感。就是老师，你专业美妆博主了，你在这装什么妆？我的直觉就是，它压在脸上的不会有那种，我本来气垫打好好的，上了一层粉以后卡粉了，怎么来了一层看不清脸的感觉？没有那个感觉。哎，对的，对对对 对，就是你上完底妆之后哈，你要想你的肌肤有一种柔的胶的感觉。是，但我又不想让它别人看不清我。哎。看不清，就它太雾了，它这个不、哦、这个不雾，嗯，对，它就是让你它很清透，是，它就让你把妆贴好，嗯。您这句话我来总结一下，就是还原我们肌肤的一个质感。妈生好皮。对的，这个其实这个粉饼哈，它用完之后就是那种有种婴儿般的那种毛绒感，是对，因为它粉质非常细腻，嗯，在轻薄透气的同时的话呢，可以很有效的给肌肤做了一个控油的一个效果，嗯，不如这样子，我们来展示它一个粉质细腻度。怎么展示？因为粉饼啊，要像博宇老师刚才讲的那样子，持妆不卡粉的话呢，粉体一定要够细，够细。接下来我们大胆的测试一下。多大胆，又要赌上你的职业生涯。我不要了，刚才已经心跳已经漏了好几拍。我们来看它的粉够不够细。好，粉质够细才会服帖，才会自然。你看一下，我们轻轻的用手指来揉搓一下咱们的粉饼。你看，我不管揉多少圈，它都不会有粉体堆积的一个现象。除了棒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它现在都没掉下来，完全没有。对，你看一下。很细很细，手上是有粉的哦，对，但是没有撒在这个，真的很细腻，延展性也是非常棒的。老师你也来试一下。好，我来试一下，感觉好像不用那个粉扑垫都可以，来，用手指去打圈，对，你看它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然后给大家看手指上，你看其实是有粉饼的，但你看这里，哎，它不会有任何粉体的一个脱落，这里没有，然后我们再打在手上，对，因为它这一款这成分是很优秀的嘛，哇，完全云开，你看，对的。很服帖，很轻薄。老师，你知道吗？嗯，它里面是没有滑石粉的。没有滑石粉。对，我们是不伤害皮肤。哎，对，有一个柔光于目，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健康。同时，因为它作为野藤气垫的当家花旦，嗯，我们还也是有添加到我们的三重野藤精华。啊，它也在里面。嗯，对的，就是阻止你的皮肤怎么说暗沉、氧化、粗糙。哎，对的，老师果然是要往咱们的美妆这个赛道来。你是觊觎你的这个岗位很久了。你不用觊觎，我直接给你。我也想进去一下唱跳赛道。是有多想离职？我没有离职，老板，我没有想，我没有，我再重振一次哈，是想休息而已，我只是想休息。那我再想补充一下。可以，这样转会不会太僵硬了一点？没事，你直接说。嗯，好的，反正大家也不用管我。直接说，直接转回来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它这个粉扑，刚才咱们有看到，嗯，这个粉扑，它是一个绒扑。绒扑。哎，对，它是一个植绒粉扑。哦，植哦，你说这个这一面？嗯嗯嗯，对的，对的，这一面是一个植绒粉扑。嗯，您知道植绒粉扑它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作用吗？什么作用？如果你邀请我来跟你解释一下，那我是愿意的。好，请你解释一下植绒粉扑的作用。我为了让你留在这个公司。好嘞，那就让我来解释一下吧。植绒粉扑的话呢，其实可以更好的去您家用的时候可以去取粉来做定妆。嗯，哎，您出门的时候的话呢，可以取粉来做补妆。啊，所以它就是两用型的。就作为粉饼的粉扑最本质的工作。哎，对的，嗯，对，它是一物多用的一个。感觉明白。同时的话呢，性价比还很高哈。今天还会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老师，您知道咱们的气垫可以试用去做打底吗？你说粉饼哦？嗯，这个粉饼啊。嗯，粉饼是不能去打湿的。对。但是粉扑可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野藤粉饼配赠了一个膨胀粉扑。这个粉扑长得跟那个气垫粉扑有点异曲同工，对，水滴，对，就那也是打死角的那个位置，对对对。哎，它是属于膨胀型的。怎么说？你把它打湿完之后啊，它会鼓起来。嗯，它会膨胀一点点，嗯，所以它叫膨胀粉扑，字面意思。它会吸水。哎，对的，它会吸水，对的。对，然后你把它拧干之后哈，拧干之后你直接取粉，可以去给皮肤做打底工作。用粉饼
直接去做打底，对的，很神奇，感觉像现磨的气垫一样。对的呀，这个就是你像你平时你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你忘记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就是有时候你带两个的时候，有些女生她的包也不重，包包小嘛，嗯对，虽然不重，她可能她只带等下会一个套组，老师啊，套组有套组的选功能嘛，就是万一来不及换那个气垫的时候，对，没了，出门太匆忙了。对的，我只带了粉饼，我忘记买了，但我带了那个刚黑色的那个粉扑。嗯啊，我去拿什么都忘记了，但是粉扑没忘记拿。是的，对，因为它是一组嘛，然后我就去接点水，我就打个底。哎，对的，所以它就会非常的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粉饼是方便携带，方便可以带到出门。很应急哈。嗯，对对对，你随时放到包包里面，对，对不对？加一个黑气垫，它就变成黑色粉扑就变气垫了，就变成一个底妆的一个产品，就非常的方便。这个是真的。那我们会更加推荐各位哈，选择我们的 W01 号色，它是一个更加百搭的一个色号。是。同时，今天因为BoYuan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也是把野藤粉饼机制福利拉满了。怎么说？来看一看一下，感谢。好，这个给你。好的，谢谢。来，今天的话呢，我们野藤粉饼老师。149带走这一整套，一整套。首先粉饼里面本身还有一个植绒粉扑，对不对？对，我们会再送一个膨胀粉扑，嗯，再送一个植绒粉扑。哦，有一个149，有三个粉扑。对，三个粉扑，同时还会获得我们的BoYuan老师的一个周边明信片。啊，这个都无所谓，我跟你说，如果是有这个的话，这个很重要。这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这个非常重要，我感觉这个应该伯乐们应该会更加喜欢产品，也更加喜欢咱们的BoYuan老师的明信片。他们应该也去紧急的时候拿这个补不了妆。但是这个可以带来情绪价值。好的，看到帅哥之后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皮肤自然就变好了嘞。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所有女生我们的正在讲解当中，好，推荐我们的 W01 号色，那感谢各位的支持。同时我再提醒一下，今天直播间的话呢，小黄车任意下单均可获得BoYuan老师的一张我们的明信片，但是刚刚那张限量5000张，我们先抢先得，感谢各位的支持。那相信其实今天直播间也会有很多的早八档新手党的朋友们，对，平时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会购买这个产品的话，气垫啊，我说会购买气垫，它就是为了要短时间内打底，那短时间需求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早八档。哎，对的，平时就是他们又想用很少的时间，对，用很少的产品，它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妆容，没有错。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野藤气垫加野藤粉饼这样子一个套组了，给混油皮的女孩子达到一个双重控油的一个效果。是的，先用我们的气垫上妆，对，在我们的粉饼去定妆，对的。哪怕你今天忘了带气垫的替换装没来得及，黑色的那个小粉扑也可以用我们的粉饼。哎，你很会讲哎，BoYuan老师。对，这功能，我觉得这功能真的还蛮，确实是有。因为我遇到过，我用气垫就是没了，我忘了买替换装，只剩粉饼的情况，还真有这种情况。但是粉饼其实通常来说，粉饼你就它没办法当，它就是定妆，对，它会有点干，对，它就是定妆，卡粉的情况，风一吹可能就风。都不用走，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对啊，它没有底妆的话，它的作用就不大。你说现在如果有了那个气垫的话，有了那个黑粉扑的话，一下子就变不一样。对，所以各位你们想要这个套组的话呢，各位哈，您记得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因为BoYuan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福利拉满，两个产品合在一起啦。对的，你会得到咱们的一个到手259元，买就会送你我们的野藤气垫替换芯2个，还有咱们的野藤气垫试色卡全套色号，以及植绒粉扑1个，以及膨胀粉扑1个，以及我们的限定周边明信片1张。哦，这相当于是刚刚那两个套餐的组。的组 合在一起，但是更加便宜了，你们知道？是的，因为当时是199加一个149，对，加起来，哎呦，这不能细算。现在是259，哦，嗯，这不能细算。我数学不好，但我知道这个比那个便宜。我的数学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不敢细算。这个是，这一细算也太划算了。那同时的话呢，我也再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直播间任意下单均可获得BoYuan老师的我们的明信片1张，但是限定是5000张，先抢先得，感谢各位的支持。同样的话呢，又到了我们的发福利的时刻喽。发福利。不得不说，今天BoYuan老师来到直播间，预热的时候就好多伯乐们在下面留言，BoYuan什么时候来？BoYuan。所以为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期待，这一轮我们送大礼。什么大礼？老师，你有听过那个云鲸扫地机器人吗？我知道，知道，对不对？我知道。这一轮直接送云鲸扫地机器人，想要的伯乐们，你们看过来了，是有多重啊？老师，这个真的，其实也没那么重啊。试一下，你要不要来演一下？哇、哦！
等一下，云鲸机器人会高兴我们那样做吗？不要把它给它很轻巧的好吗？你知道吗？它本身这个大箱子很大很大。它其实还可以，这个重量真的还可以。对，主要它好用。对，蛮好用。对，主要是非常好用。同样的，我们也会把这个云鲸扫地机器人呢放到我们的福袋里面。各位，这一轮您不管喜不喜欢我，不管想不想要，你都去参与一下咱们的福袋，可以吗？给地面打打底。对，扫地机器人，你皮肤要漂亮，是地面也要干净。干净，是的，对的。来，索女生，我们的云鲸扫地机器人放到我们的福袋里面哈。如果您中奖，记得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等待我们的下一轮吧，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好，那我们也倒数，五、四、三、二、一，福袋。好的，感谢各位的支持。接下来直播中，其实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所以辛苦各位多多蹲守喽。大气，除了自己的产品，还送这么贴心的居家用品。那个我悄悄告诉你，我自己也很想要。你自己很想要、你只要好好工作，我觉得他会给你的。那算了，那我就不要了。老板听见了吗？他应该不在我们直播间吧。我不要了，老板，我不要了。他要好好工作，他不要礼物。对对对，我好好工作、他要好好工作，当牛做马。好，我们接下来干嘛？进行到我们的超进化二点零电台，我们的下一个栏目依旧是我们的伯乐来信。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伯乐给我们的BoYuan留言了什么内容呢？好的，这一轮来点精彩的，行不行？好，够不够？他说，能不能看到汤BoYuan现场练习室的 live 版？哎，这位伯乐很会讲呀，今天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是唱歌跳舞都有吗？我们这个画幅有限，那我就唱然后跳，就分开了，先唱再跳，对不对？对对对，太棒了。我巴不得你，我清清嗓子。朋友们，刚才是BoYuan在清嗓子，好，那不关我的事儿。那像玛丽拉这个主持人怎么在清嗓子？是我是我是我，对，那不是我，我比较优雅。我们是超进化电台，我给大家清唱一段超进化。好，准备好嘞。三对，你不会笑场吧？不会不会，笑我伴舞吗？你给我打个节奏就好哈。Five, 他拍不到我耶。他没事，你只要声音出现。好嘞。Five, Welcome to my world,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flow, 点点头，别害羞，挥挥手。老师特写我，快点。太突然了，我直接喷了一个唾沫在手上。真的吗？刚才应该有拍照吧？有，截屏给我。有，把刚才的幕截屏给我，太好听了，BoYuan。谢谢谢谢，真的好好听。谢谢。那不如来段舞蹈吧。好，好，好，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手势舞，因为我竖屏嘛，手势舞是怕出画，所以就用上半身。只要是BoYuan跳了舞，什么舞咱们都愿意看。真的？真的。好，来这个道具先帮我拿着。那我准备好了，那镜头给到我，然后我们来放音乐。老师，请给我音乐。老师，音乐。A little bit you, a little bit I, a little bit 命运的安排 A little bit up, a little bit down, a little bit of 小鹿乱撞我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看着跳手术那很尴尬其实呀直播间人更多是的是的感谢BoYuan、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玛丽黛佳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超进化二点零电台真的是精彩不停接下来我们又是送福利的时间了又到我们的福利环节对的这一轮的话呢依然送出的是我们的BoYuan亲签照五张给大家对来亲签照感谢BoYuan辛苦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所有想要的伯乐们好你们赶快看过来了哦这一轮咱们的福袋是BoYuan亲签照五张在福袋里面对的如果你喜欢想要的话呢记得点击左上方参与咱们的福袋如果中奖的话呢记得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咱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还会有下一轮是是对的那我们一样倒数还可以老师好的五七四三二一弹福袋哎，期待期待，不知道是哪一位可以中奖咱们的奖品。好的，谢谢各位。我们超进化呢，二点零电台现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品牌挚友BoYuan，再次欢迎BoYuan。嗨，大家好，感觉第二章开始了一样。老师，你刚才耍帅吗？是的，你就重新介绍嘛，我就重新来。我也想学一下这个。好，对，就是一个就非常有没有东东式笑贫的感觉？是一个古早的感觉，就我们两个这种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又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了。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好嘞。开玩笑的，老师，开玩笑，开玩笑。接下来的话呢，又是一个新的产品露出了。要给大家介绍对的，其实一个歌手的底气哈，是源自于他的歌声嘛。是。我相信BoYuan，你的底气是源自于伯乐。是。你觉得一个好的妆的底气是来自于哪里吗？那当然是底妆，底妆打好，这个妆就好了一半。
Bingo， 嗯，答对了。是的，对一个好的底妆的话呢，其实要适配的不是咱们的皮肤，还有肤色，嗯，以及上妆的一些手法等等等等。嗯，那刚才我们所推荐的是我们的油皮混油皮适用的，也疼，对，也疼，也疼。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有一款为干皮混干皮而做生产的，干皮的朋友，对，准备好。你应该知道那款产品。你对你刚刚不是说错了吗？就现在要推荐的就是这个产品吗？你为什么还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种子气垫。短短几十分钟，你讲了三次了。对的，就是我们的种子气垫，他们就能记得住。你还学会抢答了呢，他们就记得住。嗯，谢谢你，对吧？谢谢。而且颜色也很明显的区分嘛。嗯，对的。嗯，那给大家看看吧。行，哎，博远，你之前有没有用过种子气垫？实话说没有，因为我不是干皮。哦，你不是干性皮肤，我是混合皮。那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它？好。这个气垫的话呢，因为像干性皮肤哈，是很容易拔干卡粉的。对对对，嗯，对的。所以的话，这款气垫它里面是有做到咱们的四大种子精油成分添加，嗯，源自于东方的四大 K 氧成分，嗯，不仅让皮肤，哎，这位老师，请问您是在？我在压一压脸上的，嗯，不用压，你皮肤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我需要压一下吗？不需要。好的，有东方四大 K 氧成分添加，不仅做到 K 氧化，而且是防水防汗的。嗯，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考题想跟你那个一下，跟你一起来玩一下。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有要考我成分吗？哎哎，你怎么知道的？我看到了，台本上面写了，对不对？对，我们这气垫的话呢，有四大的一个东方 K 氧成分添加，但是现在您看一下，我们这四个种子和它们的名字相对应是错误的。嗯，对，我希望你有一个连线的一个环节，可以把种子正确的名字找到，可以吗？好，嗯。那老师，如果你拿不准的话，那您可以要求我提示你。提示我？对，如果你不要求也没有关系。那个阿尔法亚麻籽是哪个？亚麻籽对不对？嗯，亚麻籽的话呢，它长长的。同时，我们的石榴籽也是长长的哦。哦。对，有两个，我都要看一下。石榴籽我是印象很具体的。那你告诉我它是哪个？因为我冬天吃石榴是一把一把的往嘴里放。哦，行。是，所以我觉得石榴籽是它。天哪！居然答对了。哦，没关系，我答错了我不用被离职。我也不会啊，为什么想到这个事情？好，亚麻籽呢？你说长长的，现在另外一个长长的肯定是亚麻籽。哎，对的，对吧？恭喜又答对了。我们的野生蔓越莓籽是不是需要猜一下？蔓越莓籽还有这个旱芹籽。对，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让它就是横线横线的连在一起。你这个是在考验你，在揣测老师的那个，就是我现在是玩的是一个心理战术。那你不是在猜成分？要不要试一下呢？我觉得我相信蔓越莓籽是什么形状。蔓越莓籽的话呢，我相信科学吧。他们说长得跟土豆一样啊，那就是我猜的，肯定就是这样。您猜你答对了没有？我觉得我答对了。您再猜一遍。这个肯定不是土豆形状。好，恭喜博远，真的是完全答对了，恭喜！答对了，嗯，对的，你是真的就答对了，真厉害。亚麻籽就是长成这个样子，滑滑的，嗯，对，滑滑的，然后石榴籽就是这样子的。是，其实我平时吃石榴都没有吃过它的籽。我会，因为我有时在想，我吃石榴为什么吞下去？我会把它咬破那个水，我吐来，再出来看一下，我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哎呀，老师别这样讲，影响形象。但是我不是你吐的，是你的团友，是你的团友。我后来觉得我还是得吞下去，那个对身体好。嗯，对的，是可以氧化的。是的，对，可以让妆效的话呢更加的持妆，而且也不会暗沉。所以种子气垫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有种子精华成分添加。对的，哎，我们要不要再来试一下它？可以。嗯，好的，你可以在手上试一试。老师，其实它的使用方法的话呢，其实是跟我们一样，跟野藤是一样的吗？对，跟野藤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我刚刚给大家看，我刚打的是，我先站一下啊。你要不要在我的手上试一试？我用我的吧，我用我的。行，可以。这是你进阶美妆博主的第二条路。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刚刚打的是这一片。对。好，老师给我特写，我刚打的是这一片。然后我现在来打这一片，好吧？我刚刚打这里，我先打这里。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博远只是取了一次粉而已。哦，很明显。哇，这一次就很明显，这是色号应该是比你的皮肤会白。是的，我看一下，我现在拿的是01，哎 ，W01。对，它会稍微白一点点。好，上妆是很快的。好，我就先把它匀一层啊，匀在我的手上。OK。很明显，这个就比较明显，比我的手要白了。嗯，因为它是比较适合干性皮肤的嘛。它现在就是，虽然它适合干性皮肤，但现在在我的手上也会感觉它比较润。润，嗯，对，就是很润。对的，它会比较润一点，好香，而且很香，对不对？嗯，其实它不是那种非常香那种香。对，就是有点淡淡的那种。哎，对，比较植物的味道。它为什么会这么细腻啊？为什么呢？嗯，老师，我想跟你强调一下哈，像奶奶，就是对咱们的这个气垫，传统的气垫是海绵式的。
海绵式的。对，是海绵式的。您看咱们的气垫它是网纱结构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网纱很棒的是有19000个细小的一个网纱孔，所以咱们在取粉的时候的话呢，您粉扑取粉就非常的均匀，粉体要足够细，它才出得来呀。哦，哎，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玛丽黛佳的时候，那个时候产品只有900个孔。哦，那个900目，对不对？对，嗯，现在到19000了。您下次来可能就2万、3万。未来就是下面就是100万孔了，是吧？对的，我们就是一直在跟孔子过不去。一下跨这么大，对，一直在跟孔子过不去，再做升级。而且老师，那孔越多越密嘛？对，它粉体要足够细，它才能够出得来，上妆也会更加的快，更加的服帖。其实就是这个孔多，就是一种底气，就是我们的粉底够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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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就是自信。而且老师，有没有发现咱们的粉扑不一样了？哎，对，对对，它是这面黑这面白的。嗯，对，其实以前的粉扑的话，它是属于那种圆圆的嘛。嗯，咱们这次的粉扑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水滴型的，对，是水滴型的。给死角。你怎么？哎，你果然是要抢我的饭碗。是的，这做过功课的。没有，我平常自己打底的，就是我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鼻翼嘛。对。鼻翼。对，你像这个大面积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可以上妆咱们的脸颊、对对额头。对。像这个尖的地方的话呢，就可以上到咱们的眼周、鼻翼跟唇周的地方。是的，嗯，对，就非常的快。那么色号的话呢，我各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这个也有很多色号。嗯，对，它会有3个颜色。来，您看一下我们的种子气垫的色号，您看一下，如果您是白皙皮肤、冷白皙皮肤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的 C01。C01。对，您皮肤如果偏黄、黄一白，推荐我们的第二一个 W01。就是我刚刚的这个。对的。所以您皮肤一模一样哎。看还是比较，咱们就色号就是没有任何的色差，一模一样。对的，所以您皮肤如果是偏黑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咱们的第三一个 W02号色，麦白。嗯，对的。嗯，哎，我看到就是因为就是每个人就是肤质不一样嘛。对的。如果说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是粉底的就是气垫啊，气垫。对的。那我们有什么就是好的上妆手法吗？哎，这个的话呢，杨洋就要化身咱们的美妆老师来教一下各位了。博元老师，刚就卸了个妆吗？卸了一下，你没有？刚卸了半天。是你的双胞胎姐妹刚刚的啊？现在你没有？我是小薇，她是小八。这是11，刚才是12。对对对。我每次11一坐上来，我都不得不感叹一下，这皮肤还是很你啊。就是进步空间很大。谢谢。不用谢，应该的哈，都是应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诚实。来，我们回归一下我们的气垫哈，怎么去用它？方法是一样的哦。嗯。老师，您看一下，依然是。3根手指放进咱们的粉扑里面，把粉扑摊匀，然后轻轻的把粉扑触碰到咱们网纱的位置，轻轻的揉4到5圈，做一个激活。嗯嗯，对，不管是野藤气垫还是我们的种子气垫，都请激活一下，好不好？激活以后呢，咱们一次取粉，在我们的对，在这里拍一拍，匀一匀，拍匀之后，各位好，从脸颊的地方开始来，轻轻的点拍，这次我斯文一点点。我刚想说你就是对他们两姊妹都这么用，你刚刚批评我了，所以我这次我要稍微斯文一点点，不然到时候播完之后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已经有了是吗？越来越多，已经有很多了，播完之后骂我人就更多了。这个也很，你看这样子妆效立刻就出来了。哇哇哇哇哇！对，你平常是油皮还是干皮啊？我是干皮。你是所以你这个更适合你对吧？对，你看它妆效很油润，而且我是一次取粉哦。脸颊盖完之后，它确实它的皮很薄，就刚刚我们说到能看到皮肤比较敏敏，能看到血管毛细血管。对的，如果是干皮，这个效果是蛮好的，润润的。这样子拍完之后的话呢，不厚。博彦老师，嗯，辛苦一下。你说，轻轻的来点评一下，好，可以吗？我觉得啊，这个妆面我就像又要用刚刚一样的台词，感觉说过了一样，就仿佛就是开了磨皮滤镜，而且是更符合他肤质的磨皮滤镜。对的，就是有一种还原妈生好皮肤的感觉。是的，对，仿佛他皮肤就长那样。哎，在自然同时的话呢，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隐形瑕疵。是的。所以如果您是干性皮肤，是混干性皮肤的话呢，记得锁定我们的种子气垫。是的，是的。同样，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机制福利拉满喽，来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的种子气垫的福利是今天的话呢，种子气垫到手号也是199元，买就会送2个替换芯。哦，2个替换芯，相当于是3个气垫。3个气垫，包含了三个粉扑。对的，同时还会有我们全套色号的一个试用装，先试用，有一份安心在，喜欢咱们就留下，不喜欢咱们退回来。好，今天的话呢，还会有咱们的限定周边，是包括咱们的白色化妆包，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博元老师的明信片，好帅好帅，家人们，谢谢谢谢。
那我再提醒一下哦，如果您是白皙皮肤很白的话呢，选择我们的 C01， 偏黄的皮肤选择第二一个 W01， 偏黑的肤色选择什么呢？老师，偏黑肤色选择最黑的那个03。03是那个野藤，02是种子。哎呀，早知道我就不问了。没有，我刚你知道我在干嘛？我又在试他，在测试对不对？他蹭了我裤子是？没有，厉害了，厉害，我在蹭我裤子。好的，同样的话呢，我还想再提醒一下哈，今天直播间下方小黄车任意下单均可获得BoYuan老师的我们的明信片一张。签名是要在福袋里拿的。对的，谢谢你的提醒。是的，谢谢。刚才你的职位在晃动了。刚才那番话又扣200。你的职位在晃动了。谢谢老师的提醒，谢谢哈。好，但是我们是限定5000张，先抢先得，感谢各位的支持。提到签名照了，我们就来送一波。哎，老师，扣我流程？没有，就是怕你忘了嘛。我就不送。这不送？我开玩笑的。来，这一轮我们继续送我们BoYuan老师的亲签照5张，谢谢。也是我，哎呀，老师，等会儿帮我签一张啊。好，可以吗？可以。行，那么同样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把5张亲签放到我们的福袋里面。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您记得多多参与福袋，中奖之后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我们等到了我们的下一轮。还有。对的，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好，那我们就点击福袋，我们就不倒计时了。先恭喜我们的拿到照片的朋友们。对的，一起来期待一下，可以花落谁家。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超精华2.0电台的常规栏目，常规栏目要开始了。好，你们这个电台是常规栏目是什么呢？伯乐又来信了。又来信了。对的，伯乐来信，伯乐还来信，伯乐又来信了。我们来看看伯乐说什么呢？来看一下这位伯乐他讲了什么。对，伯乐他说，来个刺激一点的好不好？他说不知道宝宝的写实派画画功力进步了没有。哎，博远，你会画画吗？我是写实派。写实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没有那么的气派，叫写实派。就是画得很糟糕，很廉价，很烂。是的。哦，那就非常不堪入目。那是他自己说的哦，那不是我说的哦。需要用气垫遮瑕。伯乐们，那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哈，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遮瑕。那既然画得这么烂的话，不如欣赏画一下吧。好的，来看看他有多对不堪入目。我特别的期待。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游戏。什么游戏？你画我猜。OK。但是呢，我会给你出考题，我希望你可以根据考题的话呢，画出这些画，然后呢，给他大家猜。对，让伯乐们来猜。如果伯乐们你们猜对了的话呢，恭喜你们，没有奖品。来，我选个线条的。啊，对，您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黑色吧，黑色。刚才他们没看到吧？看到黑色吧，黑色比较方便。行，给我就好了。好，来，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那么我有好几个，你要选择哪一个呢？第一个来吧，就第一个来吧，四个嘛。这个很难呢。这个很难，但我是写实派。哦，行。对，行，只要看起来没那么气派就可以。我懂。这个的话，伯乐们做好准备喽。我来看一下，他第一笔已经下去了，画的很难评，这很难评，家人们，我只能说隔行如隔山。这是你有事儿吗，老师？这个时候，请不要特写我的表情啊！哎呦，神来之笔哦！我很聪明吧？前面明明四不像，后面你干了什么啊？为什么一下子？哇塞，我感觉伯乐们可能会猜不出来。你话太多了，老师。好，来，很好猜。所有伯乐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来准备啊。好，3、2、1，来。来，所有伯乐们，有没有看到咱们？哎呦，这很好猜吧？这很难评啊，家人们。我们来，大家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在我们的公屏区，可以吗？可以给我一台手机吗？我想看一下伯乐们都回复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好期待，让我来看一下哈。他们猜对了吗？他们说BoYuan好搞笑呀，哈哈哈！BoYuan好写实呀。他们说画的啥呀？画的啥呀？我来看看。你看他猜对了，火锅。恭喜！是不是有工作人员？恭喜你们答对了。他很聪明，真的是火锅。证明我的画工有进步。对的，恭喜！哎，BoYuan，你这画工真的是进步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一个，你看你要选哪一个？哦，这个都很难。OK。都很难。这个第一个，你不要做一些小动作来误导大家哈。我还是很会，就是怎么说？又是个火锅，是不是老师？不是，他如果出现在我旁边，我就会临摹。就是你不管画什么东西，都会先从火锅画起。不是的，我临摹。博远，咱们来准备一下哟。这有啥看不出来的？又很聪明呀，宝儿。
这个是我很这一个你如果猜出来我倒立真的吗我撤回我给你送出鼓励朋友们我送出鼓励给这猜啊我要看这个杨洋色呀我要看杨洋老师倒立现场你倒立会给你加工资吗不会不会那你还是倒立吧可能会让我一天休息一天吧好的那不就正合你意吗好这个画好了这是一个过期的月饼不是是你小心说话哦对不起你猜帮我剪掉如果你说这个产品是过期的月饼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画的是什么来所有的伯乐们一起来猜一下放大看要放大这一坨黑色的玩意儿有线条有线条你要放大看有线条哎放大看放大你看哎博远老师现场很多工作人员满头问号我来看一下你看那一位你看种子气垫恭喜各位他们猜的哎你来看看过去的马卡龙英哥答错了他是想你换行业的他才这么说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们的种子气垫对聪明恭喜所有答对的伯乐们你们答对了是我们的种子气垫接下来的话呢来我们的灵魂画手 OK 这个很类似我觉得你不要通过表情去提示大家这一轮的话呢这一轮我感觉各位应该是猜不出来的真的吗我还蛮好奇的我觉得我他们说博远加油想看杨洋倒立你有事儿吗你没事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倒立很好看吗主持人倒立好嘞好了哎好了吗这么快对那颜色比较简单我可以先看一下吗火锅好对想离职来所有伯乐们一起来猜一下这是什么呢这还不好猜这个应该哎这是什么蒸笼蒸馒头的那个蒸笼不是吗是你的离职信我们来看有没有答对的来你来你看野藤气垫对恭喜各位答对了没有错就是我们的野藤气垫接下来这个很难我感觉应该啊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过我很喜欢它的手感真的吗你就是不断的给大家提示不愿你老师刚才我感觉你真的太聪明了刚刚就是说我画画很写实很糟糕很烂然后把我们的期待值给降低结果画画那么厉害逢画必猜对火锅不是这个是火锅这个不是火锅我倒立三天真的吗假的哎我有强调这个东西的细节你有这个还是以防万一 你是我们的产品开发老师知道你把它画成这个样子吗就是手稿嘛就是我这个视角的手稿哦对很聪明好来我们所有的伯乐们一起来猜一下这一个我来看一下他们让我准备一下倒立不是准备离职信吗他们猜出来了野藤粉饼哎猜出来了粉饼野藤粉饼对的你看我感谢他旁边有个那个我都画出来了对你真的哎，真的很写实耶，对吧？对，旁边有一个金属的。下次老师，活扣，我觉得您不需要再谦虚了。真的吗？你就直接大胆告诉大家，你很会画画。哦，那这个话还是不敢说的。那么谢谢博远，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参与的伯乐们，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随着今天的直播，其实我们也快接近尾声了。是。那我们的电台2.0版本的话呢，其实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那么在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想辛苦一下博远，你能不能帮我们一句话来安利一下我们今天露出了三款产品？好。但是提升难度哦，是一句话。一句话。对的。好。首先是我们的野藤气垫。对的，我们的野藤气垫。我想想啊。好的，3-2-1，3-2-1，我拿着说吧。好，来，行，3-2-1，特别期待。一分钟沉默，12小时全天候不脱妆，保证你的好状态，油皮的好选择。可以啊。除了鼓掌，我还能说什么呢？太厉害了，很像广告后面的那个，对那个特别棒。好，来，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个产品，这个应该很难讲吧？我觉得这个产品是好产品哈，但是博远老师可能会一句话形容，我感觉比较难。都很就是不脱妆，都很服帖，你就害怕我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我有点担心。我来想想啊。但是其实你是美妆赛道的，其实我也不是很担心。3-2-1，野藤粉饼。随心补妆定妆，让你压油一整天。除了佩服之外，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讲的。对，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太厉害了，谢谢博远，谢谢。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第三一款产品。好，还好我们玛丽黛佳真的是有把产品做出非常明显的定位标签啊，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两个都是气垫。
好，三二一，种子气垫，干皮新人的好选择，12小时全天候贴妆，让你爽滑一整天。不仅讲了卖点，还配合了咱们的姿势，哈哈 哈真厉害呀！京剧频出，汤博远还得是你呀！这句话是照着台本读的哈。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那么在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轮我们的福利环节。哦，什么呢？对，也是送出我们的博远的新签照5张。是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同样，我们也是把它放到福袋里面的，所以各位你们辛苦一下哈，点击左上方参与咱们的福袋。没有错。对，里面有亲签照5张，如果中奖填好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所有女生我们的话呢就等下一次下一次好好，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对的，那感谢各位的支持，时间的话呢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嗯，时间非常快，我们今天就又到了尾声了，来把道具我们先放在旁边。对的，好的，来，辛苦。好，今天很开心啊，我们玛丽黛佳非常用心为我准备了我们的就超进化的2.0电台啊，也跟屏幕前的大家就是有了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在这个空间里面回答大家问题，同时也给大家安利就是适合大家肤质的气垫，还有我们的粉饼，非常开心。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小黄车进行购买。最后的话呢，博远可以辛苦一下，给大家送一段祝福吗？好的，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底妆产品，也希望自己能够也好看。对，也好看，这里非常野，有没有？也自信，对，也希望大家选到了自己适合的产品以后呢，在生活中、工作中能够越来越自信，对，爱自己。好的，谢谢博远，谢谢。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像博远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不断去浇灌无限的热爱，谢谢，让自己自信也美丽，谢谢，自然也好看。谢谢。同时，我们也期待博远以后会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会的，会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博远，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透露给大家的？有的，有的。今天我刚刚跟大家说，我3月22号0点会上线我致敬经典的一首歌曲。等一下，3月22号0点，0点是。帮我定个闹钟。好，3月20号0点。还没睡呢哈。嗯，对，是。请问一下是什么作品？是我翻唱陈奕迅老师的《稳稳的幸福》。天哪，本身歌已经很好听了，再被你一唱，我的压力好大呀。老师你完全不会有压力，真的吗？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后面还有好几首呢。真的吗？对，那我就更加期待了。好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同时再次感谢博远老师今天的做客，感谢各位，一起来期待一下。那么今天的直播的话呢，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你也不需要走开，稍后的话呢继续说，本来就不用走开呀。你干嘛呀？你要讲得好好的，非常的丝滑加入，你这是干嘛呀？请大家留在我们玛丽黛佳的直播间，对，还有其他的主持人给大家分享好物。对的，接下来会有一个小靓仔聚聚，来，镜头交给聚聚。好，拜拜，拜拜，希望下次还能来这里跟大家聊天。